啊，但是干着把戏，你把戏。哎呀，差一点了。干不老外好，真的机车哎、欸！老外用推炸弹的方式，然后是在玩嘛？按错了哈！干老外用推炸弹加遥控做成超恐怖的 combo。那红色的是谁？我啊？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当然是我、啊。你按 tap 就知道了，你按 tap 就知道是谁了。对呀、啊。在和他妈的做吗？啊，合作啊！可是我好啊，合作合作。我唔懂门啊！哎，赶紧的。我了！自己跑去接。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妈的，我玩恐怖地图我都感觉磕过几个。啊，买了一次没赢过，没救了。一次没赢过。放弃了，我宁可玩恐怖地图，不玩这个，太难玩了。好恐怖！两人的对决即将到来。哎呦，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！哎、欸，哦，精彩，最，哇、哦，震到眼睛了，躲起来，我跟炸弹是什么鬼东西呀、啊？给我的吃饭，感觉吃饭的，他还没有想到老外竟然是杀手，这个绿衣服是谁？哎、啊，绿衣服是谁？哎、欸，所以杀手可能就是白棉，或者是正在吃饭的那一位。是我，我不是，我黄色的，我不是杀手。你屁！那、不要开枪 ，Don't shoot！ Motherfucker，Don't shoot！ 不要打我！我站在这边不待，我不动。ND 谁啊？那个黄色的，等等，不要！他不是哦，他不是哦，他就是老艾啊！老艾啊！还不干他！我不要进去，你们自己想办法，我躲在草丛里面。还在吃，我都听到了，他还在里头吃饭。我是杀手的话，我会这样子慢慢吃吗？我早就去杀你们了。不会嘞，不要开枪。我总觉得我你不要，你不要靠近我，哎、欸，有点、啊、靠背。看是不是很好爽哦？来吧，看。啊，应该就要杀 ND 了。反正就先杀 ND 就对了。干。然后你死后，我拿你的枪了。不是啊，大亨。哎、人在哪里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跟你两个人干，靠背，干老爷是杀手啊，巴西啊！我卡住了，快救我！救你了！卡住嘞！看到我两个八七，很
要讲，他们两个人用箱子掩饰自己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！看智商！看来炸你了，你炸到了？为什么突然间会换到火箭炮、啊？我看到被踢了，不行。哎，是你的血还是他的血？好看啊！我走了。看我在室内看到那个谁，那个是谁啊？在室外那个是谁啊？诶、欸，是啊。哦，错过了，是的。自杀了。六十了，三十秒，要撑下去啊！德英啊，嘲讽我啊！剩二十秒给给提示，给提示给提示。哦，给了！不要不要哇！救我救我救我！你那时候怎么不死？原来为什么不会死啊？哭了，为什么还在想？因为这个比较有，这个有点问题，所以他想的时候会卡。看来这提示太大了，提示永久性提示，永久性提示，真停啊！我的天。哇哦！被发现了！看，别那么小啊！不要！哎，酒瓶！不要不要！哪里？哪里？错，是酒杯。几楼？几楼？一楼，一楼。不要！干，超难救哥的。救哥。哎呀！哈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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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已经换了三次了。哎哎哎哎哎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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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剩一滴血。我本来就一滴血。干他进去！我被发现了啊！自杀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喂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的，哎呦，超级难秒哎、欸，这个鬼东西，我的个，废物啊，干，哎，老艾，你这个太明显了吧，你卡了一半进去、欸，因为刚才不小心变道，其实没有想变的。所以你卡住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卡住了，所以逃也逃不了。而且我现在没血，他一枪就搞定我了。哇，那就敲一下我，应该是贩卖机吧？你们有看过《中华一番》吗？有啊。它的颜色跟李岩差不多。一直给你射的话，那我快就死了。它的颜色跟李岩差不多。这个东西可以装蔬果。看你娘，走走。你看，卡住了，他刚还走掉，我打不了你、啊。下面那一个、啊，是我也打错了。
好，剩二十秒，我提示我在二楼。二楼的哪里？猜啊！刚刚走。哎、欸，干干干干干干干！走过来。二二干、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们找不到我，他们找不到我，他们花一辈子都找不到我。不要，妈的！你是？你是什么？这地板这个东西吗？啊？那个什么 OP？ 那个什么 OP？ 干 OP 哈？那是个木板啊！靠腰。对哦。哦，干！Andy， 不要动！不要！他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不要啦，卖啦！后面那一个，卖啦！哎，这把枪是！哈哈哈哈哈！太赞了，爽了，爽！那是演技不好，垃圾！干！不要！后面！不要！然后我拿眼睛的啦。看，最好是没有。我这种干。这个干这一辈子啊！安安，哎哎，有，真的呢，我卡住了啦。他们在哪里啊？他们在二楼，死大在二楼，不知道跑去哪里。那有人拿东西挡啊！第一次看到有人玩这个拿东西挡，干，这是技术好不好？而且。明明就是他枪法不好，才会去打前面那个。那就真的，因为这个游戏会那个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就是会那个，所以只有你会那个好不好？是你画素有问题，画面就会烂电脑，就是在被歧视。好啊，都这样歧视啊，跳 game， 大家都不要玩，要下载到什么时候？打的。拜托，你去看其他实况组，你看哪一个不拿东西打的？要存一点钱了，是吧？要换。自然的物件，我已经成为界中的霸主。他居然没看到我！我有点紧张。紧张个屁呀、啊！他离你很近吗？那我要钱了。哎，白妹，你看我。他妈是有变吗？没有啊。给你们一个提示、啊，往上看。靠背。你现在呢？你要朝远方看一看附近，你就会看到东西。啊？这图太大了啦。哪有啊？超级大。明明就超明显，我不懂在不懂。我已经站到最明显的位置了，他们再找不到我，真的是没办法了。啊，他们真的是要说话、啊，不行，他的眼睛已经在看这边了。老外，回到原点了。不上一栋，老外，不上一栋，回不上一栋。不是那边的老外，放弃了。好，三十秒了。每十秒给一次。真的看不到吗？你真的看不到吗？剩下二十秒，各位，黄色建筑物的屋顶，黄色建筑物的屋顶上了，亲爱的各位，黄色建筑物哪里有黄色、啊？哪里有黄色、啊？你这样讲他哪听得懂啊？我
在移动，黄色的地方，我在跳，哎哎哎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你瞎了。OK， 耶！到。有字条。我看我。有字条，我看哪里？在里面啊。按一就可以直接把它取走。哎，拒绝。那个老艾，你要要。有没有人压我？好，我先压你，我压你，我压你。哎哎哎，开始哦。你为什么可以忘记我第二次？因为你没有加他们好友啊。你没有那个白面好友啊。所以你到底白眼到底是什么？我看是一个 arrow， 而且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变成这种恐怖的样子？变僵尸干嘛？吓死我了！干！而且你还这个还是骷髅头白痴哦！先去找第二张纸好了，走吧，出发，不管了，就跟着。我记得这跟着 arrow 走，跟着 arrow 走，跟着 arrow 走，跟 arrow， 跟 arrow 走第一个。完全了，完全了，好像一个盾牌，好喜感了，为什么？骷髅头吓人，谁他妈换骷髅头来路？队友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有，我拿吗？拿，我拿不动，我不能拿，我拿不动，换人拿。按一啊，巴西。快拿，拿不了啊！这样在哪里？哪里？我看看，哪里？就是啊，给我挡住了，给我走出来。等一下，先让我出来。对。干！没有僵尸哦。有。谁把僵尸叫出来的？白痴哦，这不是触发的啦。上面，赶快出去！你看这里，这里有一个东西在跳，哦，哎呦！看那个在下面，那个在下面，看不要理他啦。哎，越来越近了，那声音在哪里？那 Andy， 你刚刚看那只大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只啊，它在地下室的那个空间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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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啊！妈的，八哥！啊！啊！东东啊！啊！吓死了！好点的枪，有啊！你用滚轮。还有什么枪？还有。离开这里了，发现好恐怖哦 ！Arrow 走前面啊！地上，青蛙，怪异的青蛙，那不是青蛙，应该是四脚的那个，是四脚的。哎 ，Arrow， 你先走，你比较好跟。Arrow 先走了，你最好认。跟着 Arrow， 以 Arrow。报告，以 Arrow 为中心，然后成一个班。哥，这个比 Devil Damn 恐怖多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而且因为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等一下，你确定这是 Slender 吗？实在跑太快了。我先看，你确定这是 Slender 吗？前面有怪物。哦，干！好多、哦！我一直对着老艾开枪。干老艾，你跟他长太像了，会打错了。地上还有。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姓啊？他根本不会扣血啊！其实我们被打完全不扣血 啊。他没调那个。我们说不定你对我没有调扣血。如果有扣血，我们应该不只会感受到惊吓。先惊吓就好了啦，我也感到莫名其妙。简单模式。哦，好大只，这够哎！我看这只是。嘿，举起来！靠！嘿，举起来！嘿，我操！哎，干！我把他固定住了，打他！死掉了！听我。我有种错觉，就是说不定我根本没有把 Slender 这样东西装进去，所以这边再打一起，我交枪车。干，不要拿到我这边来！妈的！哎呦，你怎么跑那么远？有了，到了。